不畏光变强好不好？大家一定都没有听过第一年的变强好不好？感受一下 OK？ 第一年，每次当我尝试提醒他有其他方式，
的限制，自以为正义，但有时候他们只是在开玩笑，在嘲笑我。其实我都觉得很累，或许我早就该离开了。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减少垃圾，就在无形之中带给他们。在一件我觉得正确的事情上，却只是造成更多生活中的不愉快。那他到底还是对的吗？北极熊最近比我还要瘦嘞、欸，他们家真的很可怜。我跟你说，北极熊是唯一可以主动攻击人类的动物。你现在在听到那边响，会不会太好笑一点？那如果少了一点冷气，地球就不会那么快暖化啦。这些北极熊就不会跑到人类住的地方。听不到你自己在说吧，不要听到。环境的意义影响改变，大家也不会理你啊。你这样做有意义吗？我真的觉得啊，先管好你自己，意见不要那么多，否则你这样正常人会有压力。可是这样不负责任吗？好了。我在忙，你不要再吵我了。哎，你电视也看够了吧？换我看吧。天啊，这杯也太甜了吧！我问你，那杯矿泉水帮我拿起来。啊，你都已经在家里耶，干嘛不拿杯装？我真的觉得你废话真的很多哎！我叫你干嘛？你快点嘛，废话那么多。那你上次不是有买玻璃吸管要放高水，干嘛不用？哎、欸、爸，你有看到这个鼻？还不是鼻子里面插了塑胶吸管一片？而且还有很多动物也是会吃到塑胶，所以死掉。你都在家，你就拿杯子喝吧。快点，等等等。
你房间的垃圾拿了没啦？早就拿了啦。啊，你拿完是不会来帮我、喔？垃圾真的很多哎、欸，为什么？还有一些之前的旧衣服啊。现在很会制造垃圾哎、欸，有差吗？我说我做完。